来吧！我天，什么东西？瘫痪了啊！这雷达也太强了吧！我的天哪！欢迎收看小峰的视频，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那今天呢，依旧是全面坦克模拟器。没错，这一期我们要开始苏联的第三章，也是上一期呢，我们已经是完全击败了德国。这一期我们要去和英军对抗。英军这个二五仔呢，竟然在我们战胜德国之后反水，那这里我们大苏维必须要去教训一下他。好了，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啊。这一期对阵英军，我们知道之前玩德军的时候，英军实际上实力非常的弱。理论上英军的皇家空军是非常强力的，但是。搞半天，英军老是跟我们刚正面、刚地面的坦克战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关第一个位置在德黑兰，敌方英军的第一波战斗，敌方就拥有秘密武器，有坦克，有工厂，有神秘武器，以及有大量的士兵。初始金额给了16000多块钱，也就是说，苏军现在财大气粗啊。除过第一章之外，后面几章我们现在钱数非常的多。好的，战斗正式开启。果然这一波要去消灭对方3名 VIP， 而且都是指挥官类型。我的天，对方这里这么多的士兵，我的天，这步兵这么多，火焰喷射兵，哇，喷火兵、火焰喷射兵以及大量的步兵。这边是一个坦克阵地，中型，在沙漠上打。这边还有个坦克歼击车，是个重型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，包括有一个什么东西，雷达，好像是用来干扰作用的，包括防空火炮，以及一个坦克工厂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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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排这里又有一些神风坦克和海盗坦克用来撞击的。那行，我既然沙漠之上看起来地形还是不错的，我们就是先把加农炮布起来。这里对方的坦克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就是用大炮，然后。神风坦克对方有一波，我这里可以采用让他踩雷的方式，直接把他炸掉就可以了。依旧是布雷区，这边有神风坦克是吧？来，雷区布一些，包括这边的海盗坦克，一个雷区40，其实也还三个指挥官分布在我方3个火炮阵地的四周，可以稍微放几门防空火炮，也是可以对地的，而且对地伤害非常的高。之前也是有大量的中型坦克，苏军的坦克也是便宜啊，一个坦克170。一个中型坦克170，伤害那个价格还是非常便宜，但是这个中型坦克是没有机枪的，没有重机枪。既然我们钱数比较多，再来一些轰炸机，俯冲型轰炸机，改良型的俯冲轰炸机，直接去炸对方的坦克。地面部队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地面这边再来一些改良型的轻型坦克和各种轻坦，平铺炸死对面。来，俯冲轰炸机，俯冲 ，OK， 这波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俯冲轰炸机非常的多。直接打一波空军战斗，来改良轻坦，轻坦放一个 ，OK， 那这里可以了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启，来吧，战斗开启，让我玩一个飞机，让我玩一个飞机，来吧，我电，什么东西，瘫痪了啊！我去，对方有秘密武器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去，这个电，这雷达也太强了吧！我的天哪！这雷达专克空军，正面部队看一下，正面部队，我这个电上方飞机全部瘫痪，哎我去，不知道我方炮兵力行不行，加农炮还可以，但对方这个雷达专克空军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我还说玩吧空战呢，果然英军的制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还行，地面部队，因为我这里毕竟这一波资金比较充足一些，对方虽然有2个这个雷达立场对空，我的飞机直接就失控了，然后直接追毁拉起来，但是我方加农炮依旧在对方阵地疯狂轰击，对方现在还有个指挥官，另外2个 VIP 已经全部被炸死了。这个电真的太强了，这个电，我英军秘密雷达能不能加农炮把它炸掉。好，看一下，他的电力虽然强，但是对方的，我方正面的坦克都没有了吗？但是我方加农炮在轰击，加农炮先把对方的工厂先炸掉，对，好，工厂拿掉，这样对方没有坦克，然后加农炮第一时间先把对方的雷达先干掉。我不会要输吧？正面部队已经没有了，还行，还好我及时这边放了2门防空火炮。重机枪的话，对这个士兵其实伤害非常的高。好，守住。
有这个防空火炮，防空火炮其实 是重机枪，对地也很强。然后上方这里加农炮依旧在轰击当中，对方还有个指挥官不知道在哪里，应该在后排守着。这几名士兵过来了，三米几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强，这个我方的防空火炮伤害很高，正面部队已经全死了，加农炮还在对对方营地疯狂轰击当中。这里有个 VIP 在这个楼顶当中，但是对方有一波狙击手，这波可能要输。然后加农炮打光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天！哎，这波我大意了，这波我大意了，可能 不太好打，对方有狙击手。炸掉，主要是对方 VIP 被一波狙击手包围着，该怎么办？我这里没有上狙，这波应该多上坦克的，不应该去。这个秘密武器太强了，我操，空军全灭这里。主要是加农炮也没有子弹了，而且我现在手头都是波波沙，并没有其他的这种武器。有 VIP 在这里，我现在要刺杀 VIP 吗？冒着这波狙击手的射击的风险，把这个 VIP 干掉。我们悄悄摸过去，对，悄悄摸过去，把这个 VIP 干掉。哇，这里 有大量的敌人。别急。有没有雷？手雷。炸弹波。人呢？在这楼顶刺杀 VIP， 可以 ，VIP 被炸死了 ，nice， 可以，我去，我放一个雷，这里实际上对方有大量狙击手在狙击我方，有点像之前有一张，就是敌方的狙击手把我方步兵全部拦住，那这一场呢，我去，我放一个手雷把屋这个楼炸掉，我去，有惊无险，我这一波差点就没了，还行。我去，还是有点小瞧这个英军啊！还有奖励，大概结果方面700点点数，这么多研发点数吗？而且我方相当于指挥官全灭，苏军的重型坦克必须要接的。苏军就是他的坦克成本很低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每一次给他钱太多，我这里达到人口上限就很烦。来，重型坦克 KV1， 然后改良型重坦 KV-2， 解锁一下。哇，还有熊是属于传说级武器，400。一只巨熊背后搭载一个坦克炮台，我这个熊好像很帅气样子。伊斯法罕，哇，现在敌方都是拥有大量秘密武器的吗？来，阿拉克，这里点数有800点，这里是850，来打850的坦克加秘密武器加士兵。这波我有火箭炮，之后呢，火箭炮第一时间可以打的也是非常远，对敌方阵地进行一波轰炸。然后这一波我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士兵，我发现英军那个250当年打德国的时候完全没有出力，好吗？我选德国感觉特别好打，结果这边英军现在打那个谁的时候，跟我打的时候，跟苏联打的时候才是真正牛逼的存在啊！都是些啥？这啥东西？这么多的步兵，依旧是炮兵阵地打起来，然后火箭炮，对方阵地进行一波轰击，然后还有防空火炮，对方既然有这么多的飞机是吧，防空火炮必须要加起来，然后避免对方对我进行一波骚扰。改良型战机，好，改良型战机放在这里，之后地面部队，主要改良型战机主要是对阵这个飞机，然后地面部队重型坦克，改良型重坦，我们苏维埃的重坦，这边是中型重坦，对中型应该伤害也还行，先让对方遭受一波我方火炮的洗礼再说。 OK， 再来几个士兵，步兵站在树林当中，对吗？好，12500全部 OK， 我要看一下这波对方的坦克到底 有多厉害。来，战斗开启。哇，对方火炮真的是这么厉害的吗？先打一波，我方也有火炮阵地。 Fire，哎，王胜指挥官了这一波，我傻了，哎我去，
你光没有上指挥官。不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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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理，修理！哎呦我去！这波我没有上指挥官，但是对方已经没有人了。这波我方的炮火阵地太强了，怎么什么情况？就只剩对方一个防空火炮了吗？还有几个机枪堡垒？对方竟然跟我打步兵战，我这火箭炮是干什么吃的？火箭炮专门对建筑，刚解锁的火箭炮，看到没有？对方的机枪堡垒，包括这个对方的防空火炮，竟然去打我的坦克，别揍我！哎呦，休下，不能死。OK， 感谢。哪儿打我？好，碾死，想好，步兵死。SMG。碾死，来，这边还有几门防空火炮在哪里？走，啊，炮台没了，哦，吓死我了。走，在这里，哇去，我这个炮呢？这个主炮给打掉了，哎呦，这波我打的有点迷，这波我有点迷，讲道理，我不知道在干些什么，但是对方就没了，因为我方的火箭炮和加农炮的阵地对对方的阵地已经各种轰击，对方光打阵地战，但是他的阵地上都是机枪堡垒啊，我方都是超远程的火箭炮啊，他机枪堡垒完全就是摆设。好，我的秘密武器，哈哈，哇，这个太帅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巨熊，这个熊太无敌了，炮台他有一个大炮，步数成本640，然后背后搭载一个坦克的炮台，我去，指挥官这里可以给他给重坦，也可以给他给坦克歼击车，但是重坦血量更多一些，这次重坦。OK， 指挥官上一波没有怎么用，这里全部花钱给指挥官全部换成重坦，还是秘密武器。上一波的秘密武器没有看到对方是什么，这一波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对方的秘密武器。这一波哇，对方是机场，果然是这个，哇，这个雷达。这么多的狙击手和 SMG 士兵，反坦克炮、机枪，又一个雷达，然后防空火炮、反坦克炮，也就是打炮流，对吗？我们重坦和加农炮。先轰击一波再说，先把加农炮先放好再说，然后火箭炮主要是对建筑，就是对这个机场的。灰熊，哈哈，自行自走灰熊。哇，这个好帅！来上三辆。哇，苏联那个苏军这种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苏军这些单位真的是特别特别便宜。指挥官这边重型坦克加 buff， 好，然后我方自带的重型坦克。OK， 好的，这边战争一触即发，看一下我们的灰熊厉害还是对方的雷达厉害。战斗开启。哈哈，哇，这灰熊好慢呀！我去。哇，这种炮好屌！好，我们的灰熊上，这一速也太慢了吧，哎，熊哥！你看我方的火箭炮和加农炮对对方阵地一阵轰炸，哎，完了，这波我没有射空，没有射防空，怎么办？哎，管他要什么防空，对吗？要什么防空，对吗？我们地面碾压，把对方直接搞死，他的飞机过会儿就没有油了，不管他。哎，怎么中弹了？飞机在打我的熊，哎，但是我的熊护甲很高。不是，跟熊是移速也太慢了吧，大哥！熊是自带瞄准镜的，上方飞机在轰我，我这里没有设防空，但是你看战斗机对我的伤害以个位数数字在减少，我800滴血一次减1滴血，来，这飞机在打我，好烦！来，这边，哇，这个熊是 AOE 爆破啊！哎，上方飞机好烦呀，能不能别打我了？真是讨厌，我把这个堡垒先干掉。打掉，摧毁机枪阵地，一发毁了，然后这边 ，fire 两发，啊熊，哎没打掉 ，fire 命中，啊别打我 ，fire， 哎 ，fire 干掉，还挺机枪，好打掉 ，MZ87 这边对方的正面战场上好像一堆的士兵还是很厉害的。哎呀，这个熊老是被打就很烦。哎，对方的战斗机怎么一直在打我的熊呢？哎，我玩一只熊我容易吗？真是的。然后他战斗机没有油了，马上要坠毁。来，等你坠毁，我给你一发 ，fire， 空中坠毁，空中击中。
我放的加农炮还在对方的阵地一阵猛轰，这应该有一两名士兵。哎，刚才的瞄准镜是怎么来的？相当于是个移动的没有机炮的坦克，这个熊有点弱鸡呀！我去，咱是反 ，fire！ 他没油了，他要坠毁了。我这里忘设防控了，不好意思，把他坠毁了。哎呦，英军在干嘛呀？让我好好玩玩这个熊好不好？真是的，还没怎么搞呢就结束了。哎，好吧，战斗胜利，对吧？需要给英军给点颜色看看，800块。来，科技树这里就是解锁反坦克炮，这个火焰炮需要解锁一下，之后反坦克炮解锁一下，这个反坦克车、坦克歼击车需要解锁一下，防空火炮其实防空的机炮就行了。指挥官看一下，竟然有一名阵亡的，好，重新招募一下。最终，阿丹巴敌方依旧拥有秘密武器，有大量的坦克、大量的士兵以及传说当中的秘密武器。但是这一波我们苏军财大气粗，竟然有20000块钱哦，撑过所有波次。这一波是主要是这里我看不到他的什么秘密武器。第一波对方就只有火焰喷射兵以及一波的 SMG 步兵，对方这里士兵多是吧？来，防空火炮伺候，改良型的加农炮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的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会出在哪里。好，之后来指挥官，指挥官。全面部署对吧，全图各个位置都放几个指挥官，毕竟对方第一波就仅仅只是几个小小的士兵而已。熊大走得慢，所以在每个加农炮旁边部署几个熊大，用来保护防加农炮。然后对空我的防空火炮应该也还可以，然后坦克歼击车再来几个，对方坦克多是吧，我们再来几艘坦克歼击车，钱不够了。 OK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来吧，战斗开始。对方第一波就仅仅只有一波士兵，他应该是用来吸引我方火力的。你看，吸引我方加农炮和机枪的火力。然后你看我方的防空火炮对士兵的伤害有多高？蹦一波，不急着过去，对方全是士兵。熊大怎么都过去了？我去，左侧这里还有 ，fire！ 就对对方阵地一阵。火箭炮、火焰炮和各种加农炮一阵狂轰滥炸就可以了。人呢？还有一个。好，第二波，果然第二波是在后面，右侧加农炮的阵地。哎呦我去！赶快过去！轰过！一路过去，但是还好那边有熊和大量的。其他车搞定了，第三波对方在围剿，第三波才真正的又在这一侧，果然一波坦克歼击车，然后他是分包，右侧还有两边包夹，我只能顾及这一侧，另一侧顾不上，还有散兵，我去，飞机都被打下来了，果然坦克歼击车 ，fire， 士兵干掉，全部干掉，可以。没了，对方那个包夹，对方英军不知道在搞些什么，就像之前德国，这场就只有第一场战斗，就是他那个雷达把我惊了一身汗，差点翻车了。后面三场也就是，哎，三板斧啊，前刚开始感觉还行，后面的话搞些什么飞机还是空投啊，各式各样的东西，结果他的空投飞机还没飞过来，就只向了几个人，然后就被我轰下来了，哎，太弱了。奖励了1100点研发点数，没必要小题大做。哎，果然英军好垃圾啊！伊朗本来就是我们的同志，让英国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！伊朗是英国的殖民地，然后我们现在抢占伊朗的国土资源，不过是朋友之间的误会。然后英国表示服输服软，伊朗现在就属于我们的土地了。哇，壮大作为，西方行动大胜对阵英国，我们现在已经由少校上升到中校，然后上校 ，nice， 可以。我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苏军的上校级别，好，前往下一章节，看一下下一章又是谁？章节四，苏联，1945年1月份，德国已经行将就木，但他们忽然，德军还在啊！我们要把他们赶到西方去，一点点夺走他们的喘息空间，直到将他们全面击溃，然后抢在盟军之前占领柏林。哦，这一场才是真正去消灭德军吗？上一场还不算是消灭德军啊、哦，德军上一场没有，我们现在只是把南方的伊朗部队占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罗兹啊、哦，明白了。
德军还活着，我就说嘛，我大德意志怎么那么快就会输呢？来看一下，最后指挥官的超重型坦克以及本身的超重型坦克，来，这样吧，先解锁一下本身的超重型坦克，然后这是 SIS2， 这里呢 KV-4 超重型，它有两个炮台，双炮台，解锁。然后我方指挥官的炮台也是可以的，解锁。Nice， 指挥官就是现在把所有超重坦全部做好，这里还可以解锁集束炮和坦克歼击车，但是没有钱了。指挥官这里我们依旧是换坦克，换成超重型坦克，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帅气。哇去，我们苏军是吧，总算要扬眉吐气了。好吧，下一场对阵德国的话，看起来难度依旧很高。我们争取下一场把德国灭掉，最后一场我估计应该是对阵美国或者对阵其他吧，到时候下一场再说。行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全面坦克模拟器呢也在这结束了。喜欢同学们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更多精彩视频，搜索逍遥小峰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